资本家，又扣我工资。你小点声，不怕老板听到。听到有。这要怎样？2300一个月，不如乞丐的妹子侮辱吧。等会儿我就去找他涨工资，不同意我就把电脑砸你脸上。老板，涨200够吗？够了，谢谢老板。老滚，好，好好关上。喂，豆宝，妈，我不找金庸，那金一个，用你教我做事啊，关了。下班？是啊。那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拜拜。拜拜。好巧啊。好巧。晦气。对了，静静，你房子租在哪里啊？绕远路也不跟你同一辆车。人民广场那儿的房租挺贵的吧？1500，上月还转录版呢。嗯，他是在暗示我工资给的少吗？他不会以为我暗示他工资给的少吧？那你还存得下钱吗？妈的，跟阴阳老娘！你给那点工资，够存什么钱呀？他在阴阳我吗？老板，你住哪儿啊？我在萧山买了房子。